大家喜欢我的话可以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还有我们麦上主播的话都可以点一下关注哦。然后那个左上方有个五星五星嗨翻天那个黄色的预约的话大家可以点一点。接下来的话那个给大家带来第一首舞蹈，谢谢兄弟们送来的鲜花。
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你们要是不知道的话，可以那个手机的话，酷狗的话，摇一下的话就出来了。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那个方式，收歌的快捷方式。嗨，大家来到直播间，我是一个 B，Hello， 晚上好。大家喜欢我的话，记得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哦，谢谢。谢谢大家送来的鲜花，谢谢。那接下来的话，给大家唱这首舞蹈，谢谢。麦上主播啊，点一下关注哦。이제부터 다리
摇尾巴。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鱼，兄弟们记得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哦，麦上的主播的话点一点关注，谢谢。啊，谢啦送来的鲜花，也谢啦送的礼物，谢谢。我们左上方节目五十区那边贴黄色的月的话，大家可以点一点哦。假发，真发。真发真发这是真发、然后我们还有那个一首舞蹈，还有一首舞蹈夏洛曼，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吗？每次一跳舞的话都流好多汗，谢谢。感谢福州哥，嘿嘿呦呦，这首歌吗？这首歌的话是叫做成人礼，成人成人礼，小野吗？小野吗？刚刚跳那个摇尾巴的话就有点类似那种小野猫的那种感觉了。猫一下，跳首快一点的歌吧。我们的话都跳两首性感，我们跳首比较那个激情一点的。好，下个麦序再给大家跳小野猫。OK， 下个歌。嘿，这个。Baby